他说早上拿给他妹妹。
叫你哥先帮你拿衣服啊！你要叫你哥先帮你拿衣服，我不知道，他可能还没有帮我们拿。没有，他毛巾哎，毛巾也是帮你拿。礼拜六，下礼拜六，下礼拜六，你要去看吗？再看看吧。不行啊，你说礼拜四啊？对啊，礼拜四回来。你下次看看吧。广天一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没。加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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